恭喜恭喜！哎，两位大美女站在我们旁边，有没有压力哈？好，一点压力都没有，因为呢，站在一起就是三位美女了。我相信她们上台前是有压力的啦，现在应该是啊，喘了一口气，来跟我们聊一聊哈，这一次拿到这一座，跟上一座有没有什么区别吗？区别很大，所以我刚才上台的时候很激动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准备的都没有说到。那好，对，来，这里有时间，把准备的再来说一次。没了，就非常感谢所有的人，然后想要跟大家说，没事，我又 my blank 了。没事，你们可以在雅慧的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来看一下，对，可以慢慢的想，慢慢的。反正就是很幸福，很开心啦，要谢谢大家的支持和爱，对不对？那几位姐姐呢？我再慢慢想，没事。就是今天有一点喜悲参半哦，因为就是刚才在台上说的，今年的竞争非常激烈，有很多入围者，就我当然很开心，我今年有机会上台跟第几座了？今年是第八座，还要多两座，可是也因为这样子，有很多朋友，就是我的非常喜爱的同事们，他们没有机会上台，所以也为他们感到有点失望啊。没事没事，你赶快拿多两座之后呢，上了神台就空出位置了啊。是，那还有什么？刚刚其实你想要表达、想要说的都已经说出来了吗？还有一点时间哦。其实我想跟他们说的就是，演员嘛，最希望就是大家能看到我们的戏剧，如果喜欢我们的戏剧，然后在台上也说了，感谢观众朋友，就是跟我们分享戏剧的喜怒哀乐，这也是我们演员能够为大家做的一点点勉励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戏，喜欢上我们的角色，也喜欢我们，一定会继续支持的。再一次恭喜我们两位，谢谢两位，十大最受欢迎女艺人，恭喜恭喜。